挪威半路上出来拍拍风景，台湾唯一的阳伞组，看到了，我来一瓶，不停。我好了，来，头刷推开了，头刷推开了，这是叉叉地方。挪威的叉叉。挪威的某叉叉地方吗？你路上不晓什么叫不导游啊？你还在叫导游？再扫描一次，24.9克拉，哦，我这一公斤，一 kg 44.9。44.9嘛是迄个每公斤。公斤咱的叫做两斤在。1.6啦，1.6磅啦，1.6斤啦。安啥斤半？斤半较低啦。应该啦，应该啦。吼，就是免税店啦。哦。这小姐。哦，这小姐水啊。好嘞。冬季滑雪场，
个冬天都下雪了，它就遮。这边冬天是会下雪，所以这个位置不错。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种天气，看这边的景色很漂亮，碧悠悠的。要拿出来照啊！好，那天我看谁就拿出来拍照，不用卖，不用卖，我也要照一张。来来来来来，姐，给给给给几张。OK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家伙，你去吧。滑雪场。好，到这就好了，不会再去走了。没什么，刚才那跑道就好了，跳下去啊。有啊，跳一点下去啊，一个一个再弹下去啊。有人来吗？安尼行啊，才对了。我是看到你七个弄安尼尔尔。哎，我没你我哥啊。没你我哥啊，哦。我想跟你开玩笑。啊，来来来来，今天点名，无乱人都在哦。哎。有，这里。有。观众席，观众席。看下怎翕一个。哎，翕得水。我等下等我扫扫描一下，你该注意了。我来扫。嘿，滑雪草就是滑雪道就是建在那边。太深了。
关呢。